你这个牙齿都有点牙周病 ，mobility 大概是2到3，啊，那这有治疗过了，所以有比较稳定一点了。好，像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，但是这种摇晃程度都是可以留得下来的。那等一下我们会做那个临时假牙，好，先把它暂时的固定好。啊，这个 endo 都做过了，啊 ，endo 都做过了。上颚比较好，啊，上颚比较好，我们治疗完都比较稳定了。然后下颚，好 ，mobility 都差不多，2到3比较好一点。那这两颗是留不住，等一下我们会拔掉。好，那这个 mobility 大概2，大概是这样。那这个我刚才我打了 post 了。好，所以建立起来，那它本来的样子就像这样，就像这颗一样，是，就像这颗一样。要从我这边照一下，过来，来这，就像这个样，看起来表面很不好，可是它牙根是稳定的，所以我们上面处理好，然后一点点黄连芯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牙齿留下来。好，再有这两颗，不然你下面就比较难设计了。好，好，以上，好。阿波西有最讨厌就是很黏，感觉永远拍不完的感觉。
再排完了。现在几分了？嗯，五点几分？嗯，三十。那我排到现在，嗯，等下就可以用。排了20分钟，排几个？12颗。嗯，还有3颗，所以总共是15颗。嗯，没有缺牙的，1、2、3、4，三，才15颗，哪有那么多？3、4、5、6、7、8啦，我讲我只要15颗肉粽，你连5咬都算了。八，是吗？你连下面都算了。你说有牙根哦？没有，对啦，牙根。12啊。我说我刚才排几颗了？哎，我们现在在录影呢，这对话会被笑了。不要再把火掉了，就是把它弄掉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呈现出来，代表我们临床的真实性啊。反正也没有字幕。修一下，因为下面那个蛀牙比较大。稍微转过来一点，剩下3颗。
漱口，药水。我们瓶装大一点。50分了，快40。好，那我看，哇，排这个排半个小时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12个牙根，总共要做15颗。好，来。大一点点啊，不好意思啊。
好美。
像这个最后咬合的状态，你希望咬力要平均，啊，前面轻一点点，在前凸的时候才比较不会对前牙伤害太大。啊，来咬紧吧。好，张开，来咬紧。下来一点。
我看一下，这个是我的牙齿，对对对，看看。大功告成，好，来，你这个牙齿都有点牙周病 ，mobility 大概是2-3，啊，那这有治疗过了，所以有比较稳定一点了，好，像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，但是这种摇晃程度都是可以留得下来的，那等一下我们会做那个临时假牙，好，先把它暂时的固定好。这个 endo 都做过了，嗯、endo 都做过了，上颚比较好，啊、嗯，上颚比较好，我们治疗完都比较稳定了，然后下颚，好 ，mobility 都差不多，2-3比较好一点，那这两颗是留不住，等一下我们会拔掉，好，那这个 mobility 大概2。大概是这样，那这个刚才我打了 post 了，所以建立起来，那它本来的样子就像这样，就像这颗一样，就像这颗一样，我从我这边照的，过来，来这，就像这个样，看起来表面很不好，可是它牙根是稳定的，所以我们上面处理好。然后一点点黄连型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牙齿留下来。好，再有这两颗，不然下面就比较难设计了。好，好，以上，好。咬着呢，侧面可以看。好，恭喜大功告成。好，来。